什么？都不打了。上去抓建模去了，这么快吗？建模有药的呀，有药的还是要死呀？摁月的呀，懂不懂啊？摁月你懂吗？超伟刚的地府里，安俊来了呀！我操，龙五郎兄弟，跟几句话之后跟你干到前面，跟几要打钱的，走处理不了。不要说吧，安俊跟几有机会，他跟几是要和平发育，然后补你先补刀打团战，他就怕这种给你乱搞，节奏给打乱。要速拿，要速拿，不然就亏了。要速拿，其实可以回来。对，你推荐很快，大家可以回来呀、啊。不需要这么多人来吧？哎，下午两个人站在那儿，干嘛回家呀？干嘛玩不玩？哎，现在很多队伍现在好蠢啊，玩的。下午、哎、为什么主要为什么还要 A 啊？早就可以回了呀，还 A 什么？练剑魔也不在了，还在搁这 A。好蠢，这样好蠢。不是亏了呀？早就该亏了。不是，这都亏的懵逼了，亏的。如果拿小龙还能顶，拿不到这小龙飞傻了。不亏了。敲敲敲敲敲 A 啊！乔伟在送，乔伟，小五就是你爹。哎，他真在送啊，他这个是，好蠢啊，真能死的。这如果两个人本来回去回不去了，然后被逮到了。刚想杀他，我感觉，哦，没狂风，有狂风杀他了。有狂风要杀他。狂风一秒钟。但没大，嘎啦没大。哎，雷汉的这个位置走不了了，再不踢走不了了。不知道啊，他的，哎，哎，叔，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死了。叔，怎么看一眼呀、啊？叔，怕什么啊？过去。神经病吧，这两个人，逼死的。哎，为什么不看？不知道。塔下有人又怎么了？还要有人的走，看有人的走呗，没人就杀呀。哎，这不看，但是，露拉，露拉过来，露拉，叫露拉，哎，露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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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了，死了呀，没装炸。但是小明的头，但是被包过来，是吧？旗子上的，刚过去救下人打的，来背了，背了，来叫背背了，我比着摁锥打，哎，长大回来了。蓝翔倒了，蓝翔已经被毒死了。但是，嘎啦有个罪名，第一下嘎啦输了，嘎啦上岸，小心嘎啦。喷掉了，喷掉一个喷火，这边打起来，中路小伙伴们干啥？小伙伴，错掉点不舒服。人走，人走，人走。小伟，你还有飞吗？小伙子支援路上被超伟偷了一套，龙要刷了，安吉的控制资源，现在先锋也空到了，龙也空到了。这条小龙跟进应该是不要的。想抓比亚特，比亚特，别！哎，胶水，一个飞到胶水上，没飞到。反跳，反跳，一枪，反跳，撸了，撸了这个 W。这跑敲了一把，直接跑呀！不要的，别敲什么呢？走住啊！你直接跑呀！我下面跑呀！死了！乖乖，别打过去了！大晚上飞到那个露娜脸上了，一打四换一个，这个掉到脸上去了，这波血赚了呀！小伙在下面狂吃呀！这波真赚了！比哈特晨晨，经济领先很多，两条小龙，这他妈也行啊！干嘛？哎哎哎！红白刀，给尊敬双招啊！双招，红白刀，他俩是在卖吗？你早点走呀！妈逼呀！你卖了你妈的！那就完了呀！不是你送乔伟大的，大了，你等着，我神发你了。你是物资啊！双招不交了，等死！赌光女神过来了，差不多得嘞。要撞墙，来嘛！来来来来来，自作先开了。来来来，冰女来了，冰女到位了。小五来了，躲我兄弟，等死！小五，谁都不能走，还有你，先死你，多来。这就是小伙啊！三重电，三重电，五重电！我操！突然间来了一卡车人！啊！你个穷动手！小伙懂不懂？关键是他妈，我感觉小伙这个人他输入地府灵，兄弟，输入地府灵，输入地府灵，超伟！我小伙这个人绝对可以在地图上，就他的这个 TP 是可以随便点。但是小花生身上有个红 buff 挺色的，能回血。小花生什么意思啊？晃了一圈圈。他干嘛？他多管他被人打了两圈，这莫名其妙。哎，这边多兰，哎呦，哎，可惜。多兰还在这皮，多兰再皮吧，皮吧。这注意超位啊，超位超霸伤害，要小心点啊！不要被他这 W Q， 哎，第一个 W Q 躲了。这个位置没多，没超位乱飘血的。对，剑魔到了。谁是超位？超位！超位这个位置打出来了，超位，来吧，超位打了吗？秒了！赢了，这么短。出来！秒了，赢了！要不你们不走，看不到。直接去打大龙。我说了，小心点，安琪。打大龙。我是打的安琪，皮不了 S S 的，你们硬要来，操！这个是不是生气？我这种 RNG 是有可能的，非要搞，非要搞，硬打呀！懂不懂 RNG 的 BOE 啊？被硬打呀！韩国人的噩梦不是 RNG， 这几年他们说得很清楚了。在采访的时候说，妈撸了 ADC 无敌，那去玩了一下宝剑精，喜欢搞皮肤局，皮肤局兄弟们，别搞，很喜欢你们皮肤局，不会跟技术表现吧，兄弟们？他们那两个队很吃，三星喜欢搞这种的，我说三星喜欢搞这种出不了线的，到时候顶级硬搏是吧？他如果100T 加 CF 出不了线，他我不敢想。他可怕被冲吧，可能就是下路，有可能吧，反正被冲烂了。其实维鲁斯加卡姆上二塔，这牌烂人扒的，差一点血量。头尾的帽子还差一点，哎，真创，小虎你干嘛？队友不敢跟，小虎上三个人死的人。
这个位置，皮亚走不了了，一个喷火喷四个了。但是小明这个位置能走吗？送了，一块一。冷静，现在得冷静。电梯有闪现了，稍微冷静一下。那个纸不应该啊，不该直下去的。等于说秋位补刀，你要看一下的，帮他记录一下。哎，多兰，看到了，来了，怪死了。哎，小飘，逮捕多兰，小飘没问题。再金珠，好，你说的多兰，果子给点的，一枪。小飘就很聪明，希望果子点的。OK。然后这边包了，你怎么办？第二套谁绕过来？让谁让龙？第二套，这过来呀、啊。来龙团，不要过来呀、啊，就来正面围捂。他要出一下补装备贴。补战力，他好像补战力也行，也补战力，能扛住超位，超位没问题的。补战力绝对没问题，然后等别的来。等别人直接踢过来，自然直接。不急啊，火龙来了，不用急。大哥，大哥了，大哥，小明，过来，过去，过去，火龙来了吧？火龙来了，冷静啊，对吧？走就行，走就行了吧？就走，不行就闪飞冒电梯。他不敢，小火 W 被贴出来。闪飞和五流伤太高了，火龙魂你敢上吗？哎呦，这差了300多，接火龙魂，给你的妈火龙魂，赢了，兄弟们，相信安吉没问题的。安吉随便开一轮。对，打到龙，干了龙回家了，干了直播回家了，但是四威五有火龙魂也是能打的，绿绿这地方是爆炸的，四威五能打的，干了还敢一会儿，真想抓，想抓他打不敢打了，不敢打怕了，不敢打，秋伟不敢打了，那你怕了，来了呀，小虎，我一边干，秋伟不敢推攻击，秋伟打推攻击了，哎，小虎啊，小虎亲自带过来，还有亲自来两块，小虎不能灭掉，太爽了，干了没花，哎呦干了，我们家全部爆炸，变五块钱全部杀完，干了。这个烟花，享受。那今天看 LCK 的战绩就是一胜一负，对吧？那天评分给我们道歉了，那天我们真的要给RNG，我觉得这个主页给高分的，你们强行让我们给低分。本来最少给 S 加或者二 S 的，你们绑着主播的手，踩着主播头让我们给 RNG 低分，因为我们给第二他的分，所以他们我觉得 RNG 淘汰优于比较强的，其实。我是觉得安妮强的，乔伟手吧，再补两个刀，乔伟。去看看主播现在那个战队评估啊，兄弟们，到现在没有错过一个，兄弟们。今天是 LPL 赢的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大获全胜，因为 LPL 的就自己那里第一，踩头了，踩头了，这里。三星没输过，听说你没输过，大儿子，真是大儿子。乔伟封了小虎，真是副作用的。他全场直补的，团战各种被秒。然后被小虎游走，各种游走打节奏，这把中路是完爆了，说实话，中路是完爆了，然后下路的组合是完全水水耍的，三级内向味道就够了，对，三级内部去那些上路味道够了，中路是完爆了，给超威，真的怪，安迪真的怪。